那如果要再回溯更前面的话，他实际上是帮人家在搭铁房子的，本来是帮人家在盖梯柱了哈，啊，然后就因缘际会，就是中子店的那边有一些东西，然后他就抓了一台那个压铸机，就帮他代工，他也很有趣，哇，这个龙涎啊，看那天文数据灌拢袂了啊，你啊讲迄个物件一直灌一直灌啊，那觉得啊那安尼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有这么东西源源不断？啊，当然总是会有好奇嘛。后来才知道那个是咖啡机的那一个电热因为那家也问我公公，之前他有一个压铸的厂在帮人代工，因为你压铸厂是有压铸机器，他会掌握住铝的材料，免来用免来管开线，是 SUP 哈，实际上它的前面是 Supreme， 就是高尚的。这个是有一点丧了，这个是整个第一代的，你的 logo 的一些。